中国的发展很迅速，同样兰州作为西北第二大城市，在经济发展的大浪中也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已形成了非常稳定的一个经济格局。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像重工业、石油化工这些企业不断的建立，使兰州的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黄河沿岸有很多的湿地，众所周知，湿地被誉为地球的肾，可以消解毒性，调节气候。但是由于兰州地理条件的限制，在黄河两边建立了很多的工厂，西固热电厂就是这样一家企业。由于生产的需要，它每天都要向黄河倾倒大量的废水和灰渣，使周边的动植物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的肾都受到了这样的危害，那么很难想象一个机体怎样才能够健康的生存下去。也许你每天都在不断的排出污染，但是你并不知道，你并不知晓。政府呢也在每天也在看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有色，我指的有色是带引号的，有色管道不停地往黄河里排水，但是你也不知道那个水里头，谁愿意把自己的手伸到那个有色的水里头去试一下？谁都不愿意。但是它里面到底含有什么呢？几十万种，甚至几千万种化合物。这种几千万种化合物对人造成影响的化合物又有多少种？谁也说不清楚。目前已知的能够致癌的物质就能达到数十万种，至于致畸的物质还有致突变的物质，这就更不用说了，很多。兰州是唯一一个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拥有非常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仍然有很多地方它的饮用水是存在问题的，梁家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也就是这个甘肃兰州郊区的一个普通的这么家的一个农民家庭啊，家本就也就有两个小孩，两个姑娘，大的一个那么也大了，今年21岁，高中毕业，现在也还在家里，也没个什么合适的工作，小丫头还小，也就才念小学5年级。我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呢，就是我们能够吃上干净的肥，再也没别的什么希望。就是现在特别是这上游它这工厂污染的特别厉害，再加上原来它就说没库区的时候它还原来是化肥，它最起码它就说脏了脏它流到了呢。后来这建了一个这个拆家下电站，建好以后我们这生活区整个成了一滩死肥了。再加上这个我们的这去肥的这个泵房下移以后，它正好跟我们的这个排污口它很接近，它的这之间的距离就是50米左右吧。你说在这一个肥区域里，一方面排肥，一方面是去肥，这就肥质这就更差了。对于梁家湾村民的话来讲的话，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种水源面临着这么多的困难，我想可以预估的话，这个村子将来它的生存质量首先是降低的，而且它的肿瘤的发病率会在若干年后，或者现在就已经明显，就说会升高。
它这个一般企业的那个工业用费、长这个生活用费，你像医院你的这些乱七八糟这些费，它全部归黄河里去了。他老百姓就这没办法呀，归黄河里，老王们就吃的本身就吃点黄河肥呀，嗯，他你细心看里面还有一个小盆子，嗯，反正导致这个，老百姓你看恶心、拉肚子、头昏、胸闷等等一些这个病状，都是这个与肥有很大的关系，嗯。头就是不灵，不拢服服。我发现我有个月老吃少，我就扎每一个月老就吃少。吃个安麦锦呀，哎，去痛片呀，啊，去痛片呗，多的就是去痛片。我作为一个穷人大代表，我在每次开会的时候，我都把老百姓的呼声我都带回去了，带到会场上，嗯，带到会场上，我也想提建议，向给人大提出这个建议，嗯，想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和村上的老百姓的这个配合下，我们尽快的吃上达标的自来水。哎呦，你这个是采访的时间长了，哎，这个不到结局呀，就是个采访啊，等于你奶奶，是的。